好，现在我们在 Nastola 散步。然后呢，我现在给大家看，这里有一个这个标志，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猜猜看，就是说它上面挡了一下，下面挡了一下，是不能走的。那为什么不能走呢？上面写的是什么呀？A. 大了 V. 古诺萨 B 多啊。这个词呢，其实就是里面有几个词是一个句子，可能就是说，A 呢就是说不，大了 V 是冬天。贡诺萨比多就是说是，他没有保持他的这个状况，是没有维护。冬天的时候就是不能走的，就是说到了维贡诺比多呢，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呢会要除雪呀、撒石子呀这种才可以走人，要不然会很滑。所以呢，看到这个标志呢，就是说是冬天的时候呢是不能走的，他并没有维护，就是说这个道路。A 呢就是不的意思，这个在很多的标志上都可以看到。就是我们中文的禁止，就是说我们冬天的时候是禁止走的。我们现在呢，马路上又看到了一个标志，这是个什么意思呢？绿灯到了，这是两个词。绿灯呢就是销售、出售，到了就是房子。那这个连起来就是呢，房子出售，这里的房子就是在卖哟。